成为上帝的儿女，相信了耶稣，是不是就意味着一辈子风调雨顺、升官发达？成为基督徒不等于大富大贵、无灾无病。我们只需要看看耶稣一生的际遇，便能完全明了。耶稣出生得如此卑微，到他出来传道时，依旧过得颠沛流离。
完全没有任何物质生活的安定与享乐。他曾经形容自己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耶稣活在世上的最后几天，承担了人世间最荒谬的不公不义和苦难。当我们面对生活各种困顿和难以忍受的痛苦时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在开口怨天尤人之前，想想耶稣的一生，我们便会默然不语。如果连义人约伯都会遇到那么不可思议的巨大苦难，更何况我们？有时候，一些痛苦是我们自己靠着自由意志所选择的后果。当然，有更多受苦和生离死别，不论是小人物或大时代的苦难，都是无从用理性来解释的。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，这份信仰从来就不曾应允我们会一路顺遂，但上帝却应允我们，不论环境如何，不论遇到多大的危险或试炼，上帝会与我们同在，他会照顾我们，给我们力量去面对，也会引导我们跨越挑战，走当行的路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诗篇十八篇第二节。
Thank you.